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无风不起浪。你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再回来跟我们上课吧。我手上的这份合同，是沈新维跟孩子母亲在怀孕初期所签订的一份雇佣合同。你没事去找别人女朋友干嘛呀？还有那孩子，又不是你亲孩子，你当什么爹呀？需要我辞职，对吧？ 我是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你给了我这么多学术圈内部的资料，让我搞得他失业、声名狼藉，怎么看都像你是在报复他。如果你是真的爱他，你忍心这么做吗？我爱的是他这个人，跟他有没有工作、名声怎么样，有关系吗？只要他能跟娜娜分开，我就能得到他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哟。 安娜，安娜，都什么人？堵满了，满了啊！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满了，全是记者吗？哪哪儿那么多记者呀？啊！大部分都是看热闹的。你看那王奶奶坐着轮椅都来了。先生，先生，人跑了，去哪儿了？ 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？我花这么多钱派这么多人，守在他们家门口，几个大活人你们看不见啊？不能光是你的人，其他人也得跟我跟上。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真是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对我没有一点点感觉？ 哎哎，你别哭，你一哭我就缺乏判断。我问你，他哭是不是因为你？不是，您是哪位？是还是不是？哥，干嘛呀？你以为你隔三差五给我打个电话骗骗我，我就不知道你从学校偷跑出来了吗？起初我以为你是贪玩，跟同学出去旅行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跑到这个鬼地方来，还跟我谈上恋爱。 不能查我的刷卡记录。我得知道你在哪儿。